不写孩子啊？还有还有这个是啊，你再给，还不写孩子，加一个，啊，钱钱钱那么多，一啊，超级星，超爱，来啦，来啦，大概加上一标尺。会走一点啊，你这就是你什么？你要我女儿啊？你用啊？怎么？我开火锅店还要不要不新鲜了给他吃，吃到他呕。啊，这样大是不是给他去吃啊？因为最矮的你，居然讲了这种话，然后人家用粉丝糖叫他去煮来了，你的脸你的脸。啊，哎呀，喂，你要做什么？来什么？我叫了